不是兄弟，你多少一寸啥手机啊？3000多能给我安排个14 Pro。天，那这种便宜的是吗？对的对的。这样的话那就借你上个14 Pro 了，就差200块钱，屏幕更大，续航更好。那可以啊，你看着安排就行，相信你。好嘞，那一会儿找到了电话给你啊。 iPhone 14 Plus 紫色的已经给这位宝贝粉丝找到了，特意给他挑的这种98新的小橙色，宝们看一下橙色都是嘎嘎亮的哈。 iPhone 14 Plus 除了 iPhone 15 Plus 以外是续航最好的手机，如果喜欢超强续航的宝子咱们可以去入手，搭载6.7寸 OLED 的这个显示屏幕，平常打打游戏啊刷刷剧什么的都是超级爽的。咱们测试一下它这个小屏幕吧，边边角角啊小旮旯都要滑动。OK， 没有断触的情况哈。再看一下这个手机的电池，电池100%的，没有充过多少次电的哈，就充过几十次的一个电，非常少。然后再看一下相机，它的话是后置双摄的一个摄像，这是5倍的一个变焦。好，录制视频还有前置。OK， 没什么问题，行，给这个粉丝打电话再确认一下子吧。Hello， 兄弟，手机我给你找到了哈 ，iPhone 14 Plus， 来给你看一下，给你挑的外观都是很不错的哦。你看这个小颜色怎么样？这个颜色挺好看的，可以啊。那这个电池有多少呢？电池是吧？给你看一眼，设置电池，电池健康，100%，没有充过几次电的，电池效率非常高。怎么样？可以可以。那这个多少钱？这个你要的话，这台机器有比14贵个200块钱，3599就搞定了。可以啊，这个我要了。有数据线什么的不？当然有啊，咱们家钢化膜、手机壳呀都是有的。这么豪华的吗？而且还给你带上咱家180天的质保服务。可以的。那什么时候能发货？等等回去再质检一下，没问题的话今天晚上就可以给你发走，你放心吧。